年还是13 A 吗？哪是？赵峰难道他不知道？13 A 是外国人讲的，外国人比较偏。那从哪里下？那百灵桥右转。所以不用走承德路吗？要吧。反正百灵桥承德路，然后左转。也是承德路四段吗？这里是环快吗？环南是不是？水源丽景，670会从右边经过左边那一栋橘色的爱家哈，它的外观瓷砖都会剥落，也不算海砂屋了，就是它当初那些二丁挂哈，水泥含量不足，它会经过那栋。然后在转角那里有警察局，再去走那个岛社区。